我靠，这么专业！哇，你不要这么认真啊！我做什么事都是这样子啊。好吧，戴手套了。那我原本就……他鞋子也是哎，你看，哦，还bling bling的。他本来就一直在想这事情。他差一点就要戴自己安全帽来了。然后太开 rental 戴安全帽是神经病的。你的手表有没有？你的手表有没有？没有。如果今天台湾网都送其他就好。讲了，我那边还有两顶，我就多带两顶过来。对对对，因为看别人都是觉得有点洁癖，为什么？对，头套在休息一下。哎，快选快选！赶快自己选车！赶快自己选车哦！自己选车。好，哎，他叫你坐18号啊，你要去哪里？18在哪里？18在前面。你坐12号。我坐12号不错哦。真的吗？对。那你坐16号。好。12号我开出35秒，0.6哦。是的，给我压力就有一点。那你这台的刹车是吗？哎呦，干，我是靠你的 ，fuck。刹车很快啊！好，高手是不需要刹车的啦。谁说的？你家龙给你个地啊！没有，就是第一圈是暖胎。第一圈暖胎，所以过了那个起跑线之后才开始。过了那个前面那个拱门那个嘛。对。第一圈我停下，你家停下来你不能停下来啊！他说赛道上禁止啊，他不能完全禁止啊。你可以慢一点啊，你可以很慢啊。说如果你太慢，一过那个东西我就超你车，然后你就帮我把后面的挡住。哈哈哈哈 ，trash talk 又来了，这样子。反正那个快到起跑线的时候，第一台要慢一下。哎，不能做违规的事情哦，不能撞车哦。我有摄影机哦。刻意撞车，不能给人家搬到老北啊，南澳北喽。反，你们是两节连车？啊？你们是两节连车？可以吗？我们来从后面发，从后面发动。可以两节连开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可以两节。好啊。他们呢？一样，都两节是吧？对。帅，这个超累的现在。我带那么多鱼吗？哎，那就不要 rolling 的，最后发车就一起冲就好了。没有啊，就是还是要提前过了才会超位置吧。对啦，就是要等黑线进去才会超位置吧。